拿好 stand by 在这边，一二三就冲了啦齁，一二三 go go， 王子加油，阿伯不要紧，你有掉吗？就在你偷懒啦，我可以再偷懒，王子有偷懒，来我慢慢过去啊，来荣嘉我扶你，我扶你啊哈，慢慢走慢慢走，哇这边这个风声音不要哇，风声音风声音想跳舞，阿本的快爆了啦，好了好了，来问一下第二题，请问王一轩是 V 台哪一个艺人的名字？王子先打，王子比较高，王子先答，是我们 V 台的一个朋友，我们 V 台的签约是一个艺人，黄奕轩是哪位艺人？哎呦，你们都不是忠实观众哦。颖轩啦，黄颖轩 ，V 台签约艺人哦，金兆颖的颖 ，Henry 对吗？老师错 ，Henry 叫你啊，Apple 对不对？错，王子。王子，你要被中鸡眼了！你的帅，快拿出来！男生，那个小马 ，Circus 的那个 Eason。哦 ，Circus 的 Eason 对吗？来翻下来，好的，我觉得弟弟的痛苦就是我们观众的开心，是不是？他们这么痛苦的掉在那回答问题，我们观众就有一种兴奋的感觉，真的很奇怪。OK 吗？我第一次看起来这么怕。对啊，你干嘛脸色变了？有很大的困扰。因为刚刚这小杰这样又吓到我，他脸是真的痛，对。真的假的？对。然后现在保护自己为原则，亮呛。小心不要上去，不要把字给磨掉咯。那我觉得不用跟一个乐器讲太多了，就是喇叭语嘛，喇叭不要讲太多。好，没有，现在只是担心屁不要痛。对，不管这样。好的，来 stand by 好 ，here we go， 一、二、三 ，go。就这样子，谁比较高？你再看看。我帮你，谁立得起来？好的，你比较高，尾鱼你高。我来问，请问，荣嘉是什么星座的？尾鱼，巨蟹座。再讲一次，是吗？巨蟹座对还错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尾鱼，你深深爱着荣嘉，不要理他们，不要理他们。好的，所以是我们尾鱼这队答对，是红队答对，是吧 ？Yes， 耶、yeah, ，That's right。现在是我们小鹿要 PK， 我们李泉重点。呛虾 OK 吗？行 ，Go。行了，你有三颗奶头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装脑袋啊？够不够你回答问题啊？李泉，这跳高不知道是廖维亚跳的高，还是三颗奶头跳的高啊？李泉，你中计了！真的，李泉傻乎乎，来麦克风拿好。来个猛的！我跟你讲，先跳上去的不一定会答对啊，对不对？一二三，你先来个猛的。